馆的没意思。那我寻思正常应该点一根烟，但是没有烟嘛，啊，然后我就。生活终于回归正轨，这个他就不用罚我了，他也我也不会延长时间了。老子捡烟头抽不行，又不是我带的。东西都在这里了，然后有什么烟那个，你确定是没有了是吧？没有了吧？后期如果发现有这个抽烟的现象的话，这个是延长变形的，这你确定？啊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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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。啊，这里没有。没有。真没有。